好的挑选。那假如说呢，你今天登入游戏的话，米西就会送你一颗超春玉猴，我们就立刻投在这个新系列吧。我是有目标的，就是那只岛左镜，我对他的能力呢还是蛮有兴趣的，希望可以抽到。我们就来看看结果怎么样吧。哦，停下来了，谁？岛左镜，岛左镜，岛左镜，岛土贤文书，他感觉快受审了啦，还是有一点点可以期待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哦，有停了，岛左镜，岛左镜，岛乃巨鸡，算了。好，那我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了。你们又抽到一些什么呢？或者是你们想抽在哪一次呢？留言分享吧。